来了第一辆登场的是长城炮，轻松。慢一点，没事儿。OK， 现在到精彩的地方了。下一辆哈弗大狗，慢点喽，那里有一个石头。慢一点，你要么就一把倒过去，哎，慢点慢点，他那边是顶着石头呢。他这卡到什么呢？这是卡到什么呢？绕大弯吧。经过一番折腾，车主最终选择绕大弯避开交叉轴。下一辆坦克300。
下一辆哈弗大狗。正在看你表演呢啊！好的好的啊，看一下啊，好的话就给你。没啊！哎，慢一点喽。OK。哎嘿，这不对劲呐！这怎么回事啊？哦，这一锁一开就到位了。下一辆哈弗 H 五，OK， 慢一点啊。